这不是我的劳斯莱斯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眼瞎呀？配不起车？你这是怎么说话的？哎，表宇，几年不见，怎么这脾气还是这么火爆啊？谁要跟你握手啊？你也不看看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哟，这不是小贺吗？这么多年没见，怎么还骑个破电动车呀？幸亏我呀，当年没嫁给你，不然现在受苦的该是我了。不是，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你管得着吗？你自己好好看看，自从洋洋跟着我之后啊，坐的都是什么车？劳斯莱斯。我能给他想要的一切，你能吗？这车是你的吗？他怎么知道这车不是我？小子，车钥匙还在我手里，不是我的，难道还是你送小贺的吗？我看你脑子是烧坏了吧？行，你等我打个电话。韦秘书，你是不是把我的车借给别人了？你现在赶紧来 CBD 一趟，我看你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。小贺，你还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呀，你骑个破电动车还穿得人模狗样的，你在这穷装什么？贺总。表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贺总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贺总，给我解释一下，我的车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哦，这不是我表弟过两天结婚吗？借给他出趟婚车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的。小贺，原来这个车真的是你的呀！我就知道我的眼光肯定没毛病，咱们和好吧。算了吧，当初的我你爱搭不理，现在的我你高攀不起。兄弟啊，送你一句话，以后出门啊，把眼睛擦亮再看人。